在过去，华裔一直是美国的模范族裔，特点就是勤劳、犯罪率低，但是一切都在改变。大家好，我是顾颖琼博士。图中年轻华男就是 FBI 重金悬赏的三位。原来前几天，一辆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附近的宾利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华男，接着几位年轻华男靠近他，都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接着几位男子拿着刀捅了九次，想抢下受害者身上装有大量现金的夹克。因为受害者大声呼喊，路人报警，这三个人不得不驾驶一辆凯迪拉克逃离。这三位华男都是20岁左右，虽然被袭击者说是现金用来交学费，但是警方认为不值得信任。FBI 目前已经立案，重金悬赏。受害者前后供词矛盾，目前车子和钱都被扣押。我觉得很多年轻亚洲移民并不了解美国法律体系的严密。一些荒诞不经的行为都会被严惩，移民要谨慎，尤其是如果心存不良，最好还是别来。